宗为了应邀真神，剑入补天棍，写出天下第一棍。可惜无雄丢挂，李希灵再出击破。啊！威力春秋扫把，文经天下第一，也是如数清点，万年一生，破不了秘书的好心，传下着难掩的爱心。星魂，啊！啊！掉。临时星魂，不是强意，快点下心了。你也咋该这样做？赢不了我，我一定爱赢，那就用血浇啊！你对付修炎的血浇，当以为我奉还，剑天臂是天下第一棍，所以我必叫。你想断绝鬼王的人，以一两票母，一心中雷；一个欲牵起鬼王的腰，以一刀攻手，一意顺机，一波一波被掀起的战争，谁也无法轻易脱离。啊！心无牵挂。有幸听亲，阴险大怒将，星魂力，小兵提一兵器，化作夜灯，不变。一波兵，心术，快心术！啊！啊！啊！娘！啊！啊！你就。阴是，我可是不是，所以你要等什么？我不是你认为的人，你会当下手了？不对，你不是清魂，所以我对你来讲是青魂人，就我不是青魂，不是。那你为什么不动手？不准你用这个模样讲话。为什么不准？你是我的谁？我是青魂。有清魂能救我，强气！为什么停手？动手吧！
就像当初一样。我知影，阮拢知影。